老了就遭罪呀。现在不抽了吧？就是现在抽，现在抽。也戒了啊？戒了。戒了，戒了。馋不馋呢？不的。你这气管不好是吧？嗯，不的。你那小孩儿呢？留着吧。啊？嗯。真行。咋的？留着。啥？棉球给你两个啊？啊，行。你带几包回去？这一包。就带一包。你要干啥？我可儿了。你给你两个够，就带这一包。再给你俩。再给俩，行。可以仨。你给他是，关键他自己能抠了不？能抠了不自己？嗯，慢点抠裤耳朵。老年人热啥？老年人本来就怕寒。几个孩子？两个。在哪儿住啊？都？两个外奶。啊，你家外奶呢？你去过？没去过，但巴金莱有亲戚。嗯，那边的学校校长姓孔。对。现在去了吧？种地呀、啊，家。种地。嗯。你那叫好硬，你长得小那一长，你过去脚软了。我自己整不了，整不动。就是啥时候？啥时候？能停几个月？嗯，好了。